哇，你买一包百来块，吃好吗？好钱啊！唔好买，你买一包。哎，你那小朋友买一包，那给他吃好吗？这真的好吃啊！百五。系啊，这番薯吃就是对咱胃肠是好的啦。这苗白讲，这天然的，这也不买包有诶无了。百五拢有啊，吼。百五。啊，你啊无你摕一家雪个时候对起落来，只啊，无要紧啦，还无差啊。啊，这地够咱要煎咧，这地。这条咱要煎无？这条叫鲑鱼尾流，这基本料你行一条鱼啊无？这两条行五百，我嘛存。你这鲑鱼尾巴拢无啊？无啊。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。你迄主角用去搞啊，卖卖啊无？新价钱三百我落去啦。那会三百？有哪要也无三百啦？我来讲啊，我加一条你啦。全部煎了我嘛无啊，三百啥物煎呢？煎也好，烘也好，煮米线汤也好吃，我讲我这真正无啊。来新价钱的新名，这条够你啦。这条过来三个了啊，没有了，三百了。三百。有人要食鲑鱼的无？三百块。差一小料嘛。哎，一小料无。三百了，今日情况嘛，我几个拢百了，整个都是落去啊。三百过来要煎的无？阿爸鱼要要怎？三百。还有人要吗？三百。三百。拢有啊。三百。我摕一块鱼啊，起来卖恁了无？鱼啊。我摕一块鱼啊，卖恁。我无再过拢我你啦，你卖走啊！你给我这。来一千，得嘞啦！我讲一千卖走，才让我用啊！你妈激动啊！哦，你做什么骗人钱送我人个啊？走啊！妈激动啊！鱼也爆贵啊！我做激动，不管我走钱，我才让我理解了不？拢好啊！这做我的沙发。哈哈哈！你不做个鬼神盘嘞！我讲我一听吼，互相让一步。一句话啊吼，我做钱你做不来就说，总计四百块钱，你然后再去包本人，无可以啊，表没有关系。四百五，哎，真正要上来的，我真的没有了。各退一步，小的就是要各退一步，这样往往不要勉强啊，你也吃不了，我也可以啊，表了啊，没有关系啦。好，哎，不要勉强，不要勉强，有当时你贪便宜哦，你吃不了，给惨的。咱等下嘛是要再过六百个卖去，我是做生意还不爱拖时间，哦，想要一届就要出力啊！哦，来，哎呦，主角又来对呀！我中啥？是要中啥？是电量啊！因为鱼啊哦，爱八个八个臭水皮壳，啊，我三层鱼还袂够较贵个啦，好不？来，这上面鱼也知哦，这免阁介绍啊，这个鱼也莫介绍啊，伊这就是人讲日本有哦，上好食鱼啊叫主角鱼。这当然拢干煎的，做好吃。爱吃卖五百，卖四百，两百块了。两百。有人要吃这个、那个什么竹夹鱼的无？两百块。你看这青咖，你看这目睭金咖的无？来两百，有人要吃的无？两百。两百。有人要吃竹夹鱼的无？两百块。二啊，四啊，六七啊，八啊，九尾啊，十尾哦，你来两百，上面吃呢？两百。两百啊。有人要吃竹夹鱼的无？两百块。四尾哦，你啊，五尾哦，你啊，六尾哦，你啊，七尾哦，你啊。八尾哦，你啦，九尾哦，你啦，十尾哦，你。鱼啊，拍开目睭，八条大嘴尔，加煎就好食，才规盘无买。这内底哦，二十尾，唔免三百，鱼啊，后尾啦，来两百，上面只两百。有两尾只竹夹鱼个无？两百块。你肯定煎了做好食，肯定红椒炒起。两百。有两尾只竹夹鱼个无？两百块。一堆啊，一堆啊，来加煎就做好食，来两百，两尾煎了无？两百。两百。有两尾只竹夹鱼个无？两百块。两百块，两百块。我来讲啊，我这只够你啊，这只够你啊。七条过来啦，人家唔免过路啊。这鱼啊，你煎一礼拜啊。这一个，你吃不了，你送给你的亲戚朋友吃。我真正专工要叫来上好你的啦，我袂甲你好笑，我要替大家省钱的啦。两百你给咱吃，七天啦。两百啊。你是买对买啊两百？你买对买啊两百，哪有可能？来个买啊，几个？两百来啦。四五六啊。来啊，七啊八啊九啊。来啊，十啊十一啊，十二十三。十四啊，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对啊，十九啊，来啊，还死无？我看够有无？我看够有无？无啊，死无？一分啊！那个旁边，我做一届啊，十九、二十啊，再捞一分一车啊，来啊，二十啊，够够有？一分啊，二十一啊，二二啊，二三。二四二哦，来个两百还无两百块？两百嘞！凊彩无你整，凊彩无你整过来讲啊，两百够两百无？过两百只竹夹鱼的无？两百块，拢有啊吗？你讲食袂了小家庭的，你想要买较少的无？一百嘛会当啊，你食袂了。两百啊！你买一百整几工啊？有两百买一百的无？竹夹鱼，一百有两百的无？一百块，拢有啊！来上买竹夹鱼两百。头前岸边啊。对。我坐咧近海啊。上我买两百，下哥你来一下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好不好？
你来一下吧，啊，再别一辆车搭去。你上面两百，另外一辆，你啊，你听我讲哦，四只、六只、八只、十只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啊，注意听，恁两个俩出来卖价钱哦。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来，二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来，接了，拢要二十三万，你两个的话，出来卖给钱啊，一百五就好了。百五，出出吃吃，百五了，慢慢吃啊，百五了，百五，慢慢吃啊。大哥，真的要赔你，给你的。你回去慢慢啊，送给你的亲戚，送给你的朋友啊。外面有人要这样子卖吗？今天比较冷，没有人，我才这样子卖的呢。大哥楼啊，你慢慢吃啊，一百五而已哦。哎，大哥，你慢慢吃啊，送给你的朋友了啊。不要，我再卖给他、哦，对不对？我卖了，还卖给你啊？我卖，还不卖了？今天没有，我上面没有。这个真心慢慢吃啊，这都是最新鲜的，你自己看啊。这个不要啊、哦，不然不要，我要赔你给他了啊。看来你俩出来卖多钱？一百。你得看啊，你要嚼爽，嚼完再来你俩，你俩你看个病，看个病的心情，你俩好厉害。我得看啊，嚼，你看你五十块。一百啊，一百啊！你别把我招了呀！你不要这样啊！我给你弄啊，你弄啊，我想你。你敢要吃沙冈啊不？无滴啦！沙冈啊，敢有人要吃三角鱼？啊，是有人要吃龙虾，敢要吃鲈鱼啊不？啊，鲈鱼我想我啊，啊，无你吃那边蛤蟆，蛤蟆煮干贵，蛤蟆沙沙贵，我是我下拢免做山，先给钱一百了。一百啊，谁啊？一百块，蛤蟆一百。来，有没有可以？一百了，一百了。那只蛤蟆只大了，那门锁锁还上水了，一百块了，贵了，一百了，一百了，结果你吃拢无贵了，一百块那只蛤蟆无，一百块那只蛤蟆无，一百块，拢有啊，都有了啊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有啊，哦，哎呀，这话恁讲哦，我这只鱼来个卖卖好无，来，好啦，来我这只鱼来个卖卖好无，来。我来当这上面鱼吧，你老鱼啊、哦？嘿，你来了，这个加州鲈鱼，吼、哦，你敢看这目睭把你紧起来无？这你敢看？这规尾拢无刺哦，这头壳甲尻川一支两根了。你要食鲈鱼的嘛，你开一千哦；要食鲈鱼的嘛，你开八百，先给钱哦，五百了。五百啊！有人要食加州鲈啊？无五百，可以包加州鲈没有？有人要食加州鲈啊？无五百了。五百啊！你老阿买五百，准备要送你，准备够你。慢慢让你开五百，全部三下只鲈鱼无刺的，上新价钱啊，三百了。三百只。大了大了，我来讲，搁少一个就好。准备买鲈鱼啊！准备卖你七十五块，花了台币只七只大只啊，来三百了。三百啊！最后一个三百，谁要是鲈鱼，加州鲈鱼，你马上弄来，马上鱼尾啊，来三百加加州鲈。有人要要吃加州鲈无？三百块。三百。来，阿婆，你买咩过？你买两买百块，等去吹。有人要买百块，要不要？阿边啊，够人要两买百块的无？食袂了，买两不偷钱。来，七百点一下啊。算了。哎，大哥，买你歹势啊！伊搞买三百，你两个拢买百块，只买我少，你五十块卖你。哦，你买那么多就是要便宜便宜，五十块。你也那块真够少，伊还是家里面少一尾鱼啊。他就会跟人在那讲话，我买一个。都送给他就好了，哎呦，钱是给他的，对吧？过来，妹妹吃啥？你跟我讲，我来陪。你讲那吃小笼包，为什么吃小笼包？我汤包忘了。你讲那吃小笼汤包，来包。来最后一箱哦。这汤包一包五十粒吧。这都会电锅吹吹就好啊，我免三百二啊，我免啦，只要买一包都会用吹，先给钱人给百五了。来，百五啊！阿志咩？两万八啦，阿志平啊！来，你来包，百五了。来了，来了，上来啊！这是做好久啊？来，来一百。百五了，免食餐包哦。一粒剩三块，阿无食过人客气。来，你包要三百啊？无这个代志。哎呦！无这个代志啊啦，阿志。到了一粒卖三块，无啥物人退钱的，无这个道理啊！
百五，搁有啥物啊？无汤包。百五啊！阿伯，你要食汤包无？阿伯，真正好食，袂歹后生讲的，点多吹吹就好啊。不管你们做炸粽，不管你们做宵夜，美女，你听我一句话，百五人好不好？试吃看看，真的好吃。我最爱这个。吃看看可以吗？百五啊。要吗？无你也收起来。伊这是迄个葱肉馅饼，伊这内底肠啊加猪肉，一包内底有三十粒，伊生啊咧。一粒一粒生三十粒，内底有三十粒。我来讲三百二啊，我唔免新加钱，两百咧。两百啊！我一粒葱肉馅饼卖你六块，听好，一包够送你，一粒剩三块，两百咧。两百啊！葱肉馅饼两百块。来，老板，你要给钱？来，过来，要食葱肉馅饼无？来，两百我咧。两百。一包够送你，来，两百咧，两百咧。请我修啊，请我修啊，这两百克蓝莓来不？没帅哥要吃吗？葱肉馅饼，很好吃哦，一颗三块钱，能有吗？来，你慢慢回去一下，后买一百了。一百了。来，没买的客人试试看看，一百块葱肉馅饼一百了，一百了。来，收钱啊！过来买葱肉馅饼要不？一百块，慢慢回来，慢慢一百就后买一百了。能有吗？包有了吗？收。听好。我今麦要画一箱足贵重的物件，恁耳仔拍几台子，你也无变。今麦我要画这一定人人拢爱吃的物件，注意听啊！你去落啊，听落啊，我来听落啊。来，注意听啊！这啥物恁知哦？要乌乌鱼起边啊？这尾鱼啊，全台湾性，我也毋捌听过人无爱吃的，这啥物恁知无？这八千了哦，爱吃的我来讲，免一千，免八百。来新给钱的新苗，五百好啊！来五百啊嘛！有两百只八千的现捞的无？五百块。五百。我拜拜。我来讲啊，注意听啊，一个人要上楼啊，现捞的八千啊。